桂林里民众主要仰赖头四十八之一、四十八之二线来做通行，但道路使用至今多处破损，大大影响用路安全。所以地方上也很希望县府能够紧速协助修缮，让里民有安全出事的道路可以做通行。道四十八之一，甲道四十八之二，唔只出就算桂林里啊吼，就是圆圈圈啊咧。所以讲，伊出入的人，伊去甲山区运动的人拢非常的侪啦，尤其是早起，运动的人拢非常的侪。即个路况嘛无好啦，因为咱进前环境区吼，拢有陆陆续续来咧甲咱做，但是就是因为今年度吼，一挂即个开路拢已经有坑，坎坎坷坷，真大坑啊！啊嘛是讲，拜托环境区会当讲吼，甲咱这段较歹的这段吼，先甲咱吼。把我們的路面先做起來，讓這些出入的人的安全。哇，攏落來哇！啊，你去那裡攏，去那裡空，在位置空。我在對面。日前接获陈情反映，头四十八之一、四十八之二路况不良情况后，先远友好服务团队也要集县府相关单位人员前往会勘。有议员也希望会勘过后，县府能够重视路况不良问题，紧速协助改善，让民众在通勤时安全更有保障。头四十八之一二，其实民众也常常反映说，在这一块的一个交通上面来讲，也是有这个道路颠簸，要去做一个路面改善，它以维护安全的一个需求。那同样的，今天也是跟里长跟林孟丽，还有机要代表的许淑华，还有我们一起跟公务处来做这个会勘。那也希望说，在公务处能够尽快来协助我们民众的需求，因为尤其是这一条是主要道路，不管是汽车多，同时机车也多。那所以说，我们希望说，在尽快今天安排会勘之后，能够赶快加紧把这路面进行修缮，也让我们这条主要道路。还民众不管是开车或是骑车，甚至骑脚踏车，都能够比较安全。议长何胜峰肯定有远服务地方的用心，也希望在县府团队的积极协助下，地方上能够平整道路，让民众安全通行。记者卢玉凯竹山采访报道。